我们今天来介绍 Bikefun 开发 Bixby 跟 Strider 的花鼓改装瓶，这个是一个转接座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台 Bixby， 你不需要这个垫片；如果你有一台 Strider， 你需要加这个垫片。不过在装之前要注意一下，有弧度的这个垫片要正对花鼓，平面的这一面要朝外，面对这个转接座。拆装之前你会需要准备两个工具，两个内六角5号的扳手，然后一个内六角8号的扳手。拆装的部分还蛮简单的，我们现在要拿内六角5号扳手，然后套在花鼓的各两边，然后逆之中转，我们就可以把一边转起来，然后我们把8号的内六角塞到里面，然后一样逆时钟转。现在尾端没有任何一个塞子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新开发的转接座转回去。然后再记住一下 Bixby 的不需要垫片，Strider 的才需要垫片，有弧度的正对花鼓，然后我们一样再把内六角8号塞回去，然后顺时钟转把它转进去。最后一个步骤，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孔，左右两边都有，所以如果家里有其他的内六角扳手，4号或是3号的，可以塞到这些孔里面，然后顺时钟转，把左右两边转紧，这样就可以完整改装的部分。